寡人歼灭六国，一统天下为大秦。从今往后，除寡人之外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以朕作为自称。朕是大秦的始皇帝，后世也要。 以数为序，二是，三是，千是万世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千是万世，皆大秦之江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 官衙，别说了，邻居犯了法，已经被捉拿了，现在要把你拉了去。我又没犯法，我依据大秦律法，十户连坐，一户犯法，十户株连，走，带走。我没犯法，你别拦我，走。大秦以法治国，苛政猛于虎狼，结果就只有祸及民生。一日不铲除暴秦，天下一日不得安定。 Oh!
啊，基儿，你打的真是太好了。基儿不想再练下去了。为何？因为练剑只不过是一人敌，练枪也只不过是百人敌。继而要练，就练他万人敌。嗯，好，继而有志气，看起来付出的希望就落在你身上了。快点，快点！老陆，快点吃啊！吃完赶快给我干活。下一个，先生，放下大哥。哎呦，我这生的高头大马的，这两口稀饭不够喝，要不然我吃不饱，晚上没法陪你赌两把。啊，来来来，家里人，你这养蛊，晚上如果不陪我玩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哎，怎么会呢？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不过我再过来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原来看见了。喜哥。喜哥，卢婉。你他娘的总算来了啊！哎，补了饭。对。哎。哥，还好啊？没事，行。哎呀，来一趟太不容易了。又你给人家送礼，又说好话，这才放我进来。听说这里每日死近百人，是啊，兄弟担心你啊。没事儿，我刘季啊，福大命大，不会这么快就成为秦国的冤鬼的。哼，哥，很长时间没闻到酒腥味了吧？有有，大哥，不愧是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兄弟啊！啊，哎，我说那个狗日的萧何到底当了什么狗屁官啊？到现在呢，还没把我从这儿弄出去，怎么回事？哥，你别着急，兄弟们正在想办法，很快就有好消息，真的，真的，差不多吧，叫你兄弟快走。哎，是是是，大人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哎。小心点啊！等你好消息。哎，您保重啊！保重。你，给我起来！快点你！哎，大人大人，别打别打！你何必跟这个老东西一般见识呢？啊，你打伤了他，还得让他休息几天，这不是耽误工程吗？哎，别气别气。到不死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偷懒呢你？你干什么？给干活！哥，哎，兄弟，听说过两天始皇帝要来出巡了，哦，还会来我们这儿，是吗？对呀。朝一日，相继必取而代之。
一击不中，再击已无机会，赶紧撤离。贼人只集中副车，要不然情况不堪设想。臣护驾不周，请陛下恕罪。把温良城附近一里地的人全抓了，全跟朕杀！杀！杀！遵旨。灭秦之局来日方长，子房如今终于明白了，刺杀始皇只能治本，欲绝其根，只有从根本上铲除暴秦。秦嬴政，我张子房对天发誓，我将竭尽余生之力，一定要推翻你这暴虐无道的统治。几天没吃饭了吧？给你。不必客气了，人在异乡，落魄无用，枉有骨气。饿死了还谈什么骨气？饿肚子也会死人的。多谢大姐，韩某日后如有成就，定当涌泉相报。谁图你报恩了？堂堂男子汉，连自己都养活不活，
还谈什么成就？以后呀，你要是饿肚子了，就来找我。卖坛子了，卖干了。老板，坛子怎么卖啊？五吊钱一个。五吊钱。对。质量好的。买坛子了啊！买坛子啊！咱们先不卖，是不是？哦。买坛子了。哎呀，轻轻一碰就来个滚葫芦啊！银样辣墙头，中看不中硬，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也配拿剑？把剑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拿来，拿过来，拿来，拿过来，拿不拿你？你给拿去！去你的吧！你拿过来，大哥，这小子可能是对女人有一套，对男人可就不好使了。飘母诗诗，真就男人这脸，呸！强子剑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给我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！你还拿剑？瞧你个窝囊废，这不逊眼。没错，淮阴是我们的地盘，你小子还不服气，我们哥几个跟你没完。没错，有种的朝前捅，朝这里来。来，你走也可以，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，我就放你一马。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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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钻的！钻！钻！钻！你也算个男人！钻的！钻！快点！钻呀钻！快点钻！快点！快点！钻呐，钻，快点钻！你往里钻东西，没用的东西，钻裤裆，钻！这个没种的东西啊，你也算个男人，钻，钻，快点！钻呐，钻！没用的东西，滚滚滚吧，你滚吧！
龙王。久了，还是老样子，还没死呢，没死，你失望了吗？谁砸的？我砸的。别说，你们老大机智过人啊，懂得生存之道，方才能活着一命啊，回来见父老乡亲和你们这群哥们儿。哎，阿季啊，你这一段不在啊，我们可惨喽。嗯，人接上了孩子和老头，哎，都不怕我们了。就是啊，有这么窝囊吗？你看，你想啊，我们哥几个没有你的带领，你说能干出什么鸟事来？真是。不说不说了，嗯。现在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哎，阿季回来了，哎，以后咱不愁吃不愁喝，又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对呀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还别说，我出去这一趟啊，游荡一番呀，见了不少世面。嗯，告诉你，我还见过秦始皇他老婆呢，不虚此行啊！啊，真的？哎呦，阿季，那是，你真见秦始皇老子了？那我骗你干什么？那他长成什么样啊？长得一般吧，跟我比差点。哎，秦始皇有什么呀？他有咱大哥身上的72颗痣吗？有吗？你还别说，不光秦始皇没有，这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有我阿季这72颗痣。这72颗痣就是那天上72颗宿星。哎呦呦！哎，我告诉你。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别告诉别人，我阿季乃是赤龙投胎的真命天子。大哥，这牛吹的未免也大了点了吧？是。项庄，剑术进步不小啊！庄弟，大哥，大哥，嗯，龙君，长进不小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！大哥，啊，真巧，今天我竟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先生一定说我兄弟日夜牵挂，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张良先生了。岂敢岂敢，子房拜过项将军。两位请。吉儿，啊，你也跟过来。哦。张先生，请喝茶。子房兄，我时常对我的兄弟们说，天下智勇家绝之人，唯张子房也无人能敌。若不是子房兄用智谋骗过秦军救我一命，嘿嘿，我项伯今天也无缘在此讲话了。惭愧惭愧，项伯兄就不要再说笑了。子房若果真是无人能敌，又岂用隐姓埋名、敝走他乡啊？先生太谦虚了，
谁不知道张先生这几年在四方集结了不少奇人异士，联合抗秦呢？营王施政，天下豪杰揭竿而起。只可惜，俱是各自为政，相互争夺，未能结合成一股力量。这几年间，子房以一己之力奔走于天下，正是希望号召六国移民能团结起来，合力对抗暴秦。嗯，先生志比天高啊，我项梁真是佩服，佩服啊！有先生召集义军，我相信这暴秦的末日必将到来。哼，秦人。项兄弟生得威武不凡，果然不愧是楚相燕大将军之后人。我看他形象威猛，日后定会有一番大事业。项季的大事业就是除灭暴秦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项季一定要成为亡秦之人。志气可嘉，年轻人不知自量，胡言乱语而已。非也，眼下天下大乱，不过在这乱世之中，我们定要找出能者贤者。何为能者贤者呀？能者乃具奇能异力，可灭暴秦之人。贤者似乃明君，具仁德贤才，可使天下得志，百姓安活。那先生可曾找到了？子房无能啊，眼下仍在致力于继续寻找此二奇才。我看这样吧，项梁部下竟是些楚国子弟，杂不成军，正需要一名像子房般足智多谋之人，不知子房兄可肯屈就在这里？我兄弟说的对啊，要抗秦，除力拼之外，更要智取，不如请先生指点吉儿的兵法呀。嗯，正好。今儿正想学真真正正的万人敌呀。项兄弟仪表不凡，出于豪迈，真乃难得一见的天生豪杰。今日幸得相会，子房心中也十分高兴。如此说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上酒。三哥回来了，拿去把它做了。好。哎，小二，干炸鸡块啊。好嘞。哎，做好点。哎，鸡哥，自从你修长城去，这曹小寡妇可推了不少的婚事，现在至今未嫁呢。那是在等我呢。没错，等你呢。是动作麻利点啊，哪位客官要的？要的好酒，真是见了鬼了！我还当你早成为城墙下的白骨了呢。我的命硬，阎王爷说我在人间还有一段孽缘未了，所以我在阴曹地府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怎么，见到我不高兴吗？前世的冤家，兄弟们来喝酒。来，老婆给我们倒上。哎呀，你快放手！嗯，你这么多年没见我，就不想我吗？为何对我如此的冷淡呢？嗯，谁想你了？巴不得你早死了呢。儿呀，儿子。这么大了，没心没肺的东西。我一直想着你们呢。哎，见到你是一喜，你看有这么大的儿子，这是双喜临门呐！来，弟兄们，得祝贺一下。对，来，干一杯！哎呦，开心！这有儿子了，这得祝。来，几个，倒上，倒上。过来，儿子，来，我看看。来，过去呀。哎呀，这个结实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又白又胖的。哎，喝不喝酒啊？来来来，喝点喝点，来喝喝喝。哪你这么当爹的，自己闹吧，儿子。我儿子喝酒。
我们喝。来。哎呀，今天是阿信的大喜日子啊，我给他奏上一曲。哎呀，谁听你那个出殡的曲子？哎，我去搞一个狗头，让大伙儿好好吃一顿呗。你上狗来，我就得吃嘛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疯子，一个傻子，都他妈一样。行，今天总之是一高兴。哎，夏侯婴，你到那个县衙，把那个萧何、曹参，还有卖布的那个冠英一起叫来，一块乐。快去！哎，这边酒到了。赵高，卢生他怎么说？阿辉陛下，那人只说了一句：“亡秦者胡。”亡秦者胡，这胡人始终是朕的心腹之患。陛下有何建议？回禀陛下，有朝一日若胡人大举入侵，现有六国之建筑之城墙，在防卫上仍嫌不足。若将六国之城墙连接成为一个万里之城墙，方可遏止历久之变幻。万里长城，这个主意朕很喜欢。修筑长城工程浩大，耗材庞巨，而且咸阳宫殿还在修筑，骊山脚下也在敢建皇陵。理财之道，应加则加，应减则减，用得其所。陛下治国有方，统一天下数十年后，我大秦国库充盈，积力如山，民以淫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自应多开财源，广增赋税。李廷尉所言不错，可是却欠有实际。我大秦如今是表面繁荣，却是贫富悬殊，贵族商贾囤物聚财，而平民百姓却被苛收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加之连年征战，农家无收，增赋只能使百姓处于困境之中。眼下各地连场饥荒，民不聊生，加之要建渠筑道，处处需财，大批农民被征作劳工，土地荒废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所以儿臣认为不宜在劳民伤财，请父王三思。如此说来，寡人是不得人心。陛下，太子年纪尚轻，不懂得治国之道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微臣以为蒙恬将军言之有理，这实在怪不得太子，错就错在宫中太傅总是教导他儒家学说。不过微臣的确以为太子有待磨练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防胡人任务就付托于你。传朕圣旨，派太子扶苏随蒙恬大将军镇守边疆，即日启程。父王，请陛下三思。敌众我寡，兵力悬殊，若被围城，士卒陷于困境。我便自毁屋宇，破坏粮库，让全军只带一天的粮食，向将士们表示他们已无退路，只有战胜一途，断了他们侥幸生还的心理，这样便可以一鼓作气
突出重围。然兵法有云，仁者之师方可百战百胜啊。您这些话呀，都如飘渺的云烟一般，非实战也。两军相斗，勇者胜。我项羽一人可杀他几百人，如此之威势，怎能让敌兵不降呢？由我项羽带兵，战必胜，攻必克。吉儿，你这上哪儿去？吉儿在这屋里实在是憋闷的慌，我去练练剑。项将军，子羽确实胆识非同寻常，日后必会是虎杖枭雄霸主人物啊。张先生何出此言，小心把吉儿夸得得意忘形了。哦，不不不，请。子羽确实是战场上不可多得的武将，将来反秦一事他必定会大有可为，成就一番事业。那就要靠先生对他多指导喽。岂敢岂敢，项将军，子房此次云游乃为集结各方反秦之势，眼下在吴中时日已久，子房今日想告别将军了。子房，是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哪里哪里，你我又非一日之交，勿应多想。张先生，你真的不想久留此地吗？将军对子房厚待，我心中十分感激。你这里已然集结了不少能人贤士，又有子羽这般骁勇战将，用得着子房之处已然不多。子房，还是继续行程吧。哎呀，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。不过，我一定要为你设宴，好好的欢送。子房先行谢过项将军。子房，我看到项羽万夫无敌，乃大将之才，灭秦一事定可竭力支持。子房却为何不留在吴中？六国离乱为暴秦所统治，天下人受了几十年的战祸之苦。项羽无疑会是灭秦的能者，但绝非是治天下的贤者。贤者？怎样才可当贤者？推翻暴秦，并以仁德治天下，能让百姓得以安享太平之人，方为贤者。那么子房，现在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找那治天下之人呢？天下虽大，但终有一天会找到的。哎呀，我说兄弟在一起啊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那才叫香啊！一个人太孤单没劲。对，你说是不是我家的？哎，别太没正经的，不好意思。阿飞，来，再弄一碗。给孩子喝酒。没事。阿爸，这孩子你也认了，咱们俩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啊，那事儿，今天晚上我就赏你。少来这些没正经的，我是问你，什么时候给我们母子两个一个名分？我说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挺好。我人也跟了你了，孩子也养这么大了，我这算什么呀？跟那些野女人有什么分别？你说我刘邦啊，就现在这副德行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是怕委屈你了，知道吗？千说万说，还是你嫌我是个寡妇。嫂子真生气了。你发财了？是啊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今日我发了财，就是大伙发了财，来，弟兄们，把它分了，尽情的享乐。来，拿着。哎，大哥，有我们一份啊。
咱们兄弟跟着大哥绝对没错。阿爸，你哪来这么多财宝啊？哎呀，何必大惊小怪的呢？我要干的是大事情，这些财宝我不会放在眼里的。我们直销在临县走那么一圈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阿南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原来是偷来的。哎呀，这叫劫富济贫，谁让咱们穷呢？你说那些有钱的人啊，把这些银两放在家里，又不花，我借来先用用，有何不可呢？是不是？对，来来，弟兄们，别管这么多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不好了，县令派人来抓人来了。刘进，你在他乡行窃，我们奉县令大人之命前来抓你，